江诗清的演讲，Sabrina j h a n g s speech，节目主持人说：“The program anchorman said，接下来，掌声邀请我们的下一位青春分享者。所有来到这个台上分享的年轻人都一样，往这一张，乍一看，都和别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区别。” 但是每个年轻人他的故事可能和我们不一样。你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张世清说：“大家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”Hello, everyone. I'm happy to meet you. 大家不要误会，今天。 他将在这儿分享的不是外语的心得，他要跟我们讲的是关于他自己的生命当中一段非常奇特的故事，而这个故事的背后充满着爱与温度。接下来，我们把这个讲台留给他，中国青年，听你说，谢谢。 张学清说、哦：“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演说。我站在这里是跟大家分享一段我的青春感悟。大屏幕上的这这一张照片，右边这个男人是我的爸爸。在二十七年前，他在马路外面的另外一个村口，便把我捡回了家。中间这个小孩子是我的弟弟。” 我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那是一零零四年的一个春天，我在河南打打工。北方的天气非常寒冷，我骑着自行车，像像往常一样去新华书店买书。在我眼前的不远处，我看到有一群人，好像是在围观在一起。 议论着什么？出于好奇，我走上前去想看个究竟。我听到身边有人说：“我的天哪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是个穷恶劣的早串儿，已经放在这里两天了。”于是，我蹲下身来去看他。当时。 它被放在一个蓝色的方便面纸箱里，强包中果汁，期待还露在外面。箱子里面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个破杯子。我想起了，也许因为它光天性贪却而被父母亲无情的抛弃。 可是，我觉得这一切不是他的错。他只是毫不情知情地来到这个世界。由于当时我太年幼，我并不知道这个纯恶劣对于这么一个幼儿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我把他抱回了我的宿舍，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。 张世雨记得我第一次抱小世雨回家的那天晚上，家里的门是开着的，天刚刚黑，爸爸在打扫灶台烟囱，满脸黑乎乎的。他看到我回家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。 走上前来，看了看我手中的孩子，当时我心里忐忑不安，因为我没有给家里带来许多钱，却又给他带来一个孩子。他走到一边，点了一根烟，然后说道：“又是可怜的一个小生命，这个小孩什么都没有，生命重要。” 咱们一起好好对他。就是因为这句话，让我坚定了，让我鼓起勇气，坚持了一定要把小事与抚养大，并且为他做一次又一次的手术。记得第一次手术时，是我用打工挣下来的五千六百块钱。 当时我为了节省那几块钱的车费，我骑着自行车前后花了花了将近八个小时。因为在我那天带他去医院的路途上，天下起了大雨，不得不让我把衣服拧干了又继续穿上。 到了医院时，天色已黑。然而，然而那次手术却让我彻底的失望了。他还是不能开口说话，并且因为手术带来的疼痛，疼痛，他整天只能啊啊的叫着。那个夜晚，我看着人来人往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 我还要不要给他继续手术？如果说继续手术，那么多的费用我到哪儿去弄钱呢？我在这个时候，我内心深处一个庞大的声音向我呐喊说：“张世琴，你再也不能坐以待毙，你应该更加坚强地好好努力。” 去改变你自己。于是后来，我选择用知识改变命运，开始学习日语、英文、西班牙语。一年以后，我终于入愿一偿被安徽农业大学英语专业录取。在大学四年里，我一边带着他，一边。 早出晚归的勤工俭学，一个月想要揽十二份家教。记得有一次刚放学，我眼前一黑，我我倒下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当我醒起来时，我发现我已经躺在医院急诊室的病床上。 小诗雨趴在我的床头，摸摸我的鼻子，意思是说你还没有了呼吸。当时他坐在我的床边看着我，有时那个眼神让我决定我再次好好努力。于是，我重新站起了起来。 为了小事鱼的手术，我一个人带他去过南京、杭州、河南等地的许多医院，先后做了五次手术。当小事鱼能开口说话、教我觉得时候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一路的风吹雨淋其实又算的什么？因为有了弟弟，我才更加坚定的努力。 想要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，因为有了弟弟，我才没有放弃我自己，我也没有放弃生命。其实我想说，我们人的命运真的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一出生含着金钥匙，他们被称为宝贝，但是。 有的人一出生，真的连自己的爸妈都没有时间，他们被称为孤儿或者是弃婴。但是，我坚信，只要咱们内心充满爱，爱的力量就会使我们变得更加的坚强和强大。 节目主持人说：“Ankerman said 谢谢了不起的姐姐张世清，Thank you very much, Sabrina Zhang。我觉得对于他和他的弟弟来讲，现在的生活实际上已经过了。能不能这么说？过了最艰难的那一段，现在开始在慢慢往好的方向走。” 爸爸现在怎么样？张志坚说：“Sabrina says，会想到我的爸爸，我会觉得那就是痛。我觉得我内心很会很内疚，是爸爸一个人把我抚养大。他是先天性的小儿麻痹症。” 他学习了许多。主持人说：“但现在你的姐婿基本上要为弟弟做手术，所以可能也没有太多的部分能够照顾爸爸的生活。”张世清说：“而且紧接下来，我弟弟还要做牙套的。” 这个小术，它从外面这边特别裂开到上颚，上颚，然后再到他的嗓子到牙骨长的全裂开。主持人说：“对这个团长的孩子，你当时可以就帮助他，也可以把他送到福利院去。” 你却想做主，将把他抱回了家。我想，我想，是不是因为你是孤儿？你确实是因为同病相怜。张世清说：“Sabra says，这是其中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就是人性的性本善。”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的我，我没有想到我就要把它送到孤儿院，会比我更好。我也没有想过他以后这个兔群或者村儿里给他带来什么。我只是想把他带回家里面。我觉得大冬天那么冷，我在那个。 分钟放了一两天了，没有人要。我当时只想给他搞一点吃的、喝的。待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感觉我舍不得他了，又感情了。女人说。 我不知道上下座的年轻女孩明不明白流言蜚语。对于一个女生来说，对于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呀？你都没想过这一点吗？张说清楚，我没有想过这孩子残疾，他吃起来都非常。 非常的困难，需需要我用嘴巴对嘴巴的回答。我觉得流言蜚语也好，无论是其他的压力也好，我再也不能把他再送出去。女士 <coughs> 说：“所以你选择默默把弟弟带大。” 生气说：“你怎么养活这个家？这个经济呢？”张学清说：“现在我自己办了英语培训，现在学生多吗？一百多个学生不多，但是却将来的肯定会很多。你现在谈恋爱了吗？” 其实我还有个话题没说完，你们又开始挑了一个话题让我措手不及。男生说：“难道结婚了哇？”那你的先生也一样很爱这个弟弟吗？张世琴说：“对啊。”当初你俩认识的时候。 第一次，你这么告诉他的关于弟弟的故事，张世清说，我凡是有人追我的，我都会第一坚持把这个摊开，不接受拉倒。接受咱就让我你看看我弟弟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这是我弟弟。节目主持人说。 然后看你弟弟喜不喜欢他，我猜的对吗？老夫人说：“我今天那我要不是坐在这儿，亲耳这么听，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这么这么坚强啊！”在座的孩子们、坚持机前的观众朋友们。 你们知道什么叫坚强吗？主持人，我有个要求。节目主持人说：“你干嘛这么羞涩啊，奶奶？”奶奶说：“我特别特别佩服雪琴。”I really admire Sabrina 我。我我想上台跟她拥抱一下。主持人说：“雪琴。” 拥抱的时候，你注意啊，奶奶。如果手里拿拿着针，妈妈您慢点，这是个不容易的孩子。默默说：“我跟你一起拿，在这个台上给我叫张张。”主持人说：“奶奶一把一把把我推开，推开。”老夫人说：“宝贝。” 你一定保重身体。节目人、主持人，一个八十岁的人对二十岁的人说保重身体，哈哈哈！你的这个嘱托，他会质地的太有分量了。奶奶，您您这一个拥抱，你别看一个简单的拥抱。 你给了事情多大的舞，多大的鼓励？容嬷嬷说，包括我连容嬷嬷都有一颗善良的心，这个世界哪还有什么事邪恶呢？这奶奶和孙女有这心说话，不完了。 就像事琴刚刚说的那句话，哪怕我的青春是一片沙漠，我也要让它长出一片森林。谢谢你带给我们的分享，祝愿你和家人一切都好，希望弟弟后来的手术也能顺利。我们在座的所有年轻人，我。 经常听说很多抱怨，家庭的贫困也好，父母的疾病也好，但是大家不要忘了，你们拥有一份只有一次的、一次的灿烂的青春，它能填平你们内心的所有的缺憾。只有你心里充满着爱。 这是 s h u a 年，r 世 n 写这封信。Sabrina wrote this letter in 2019。今年三月，我的弟弟被医院查出需要整形。他是孤儿。见到他时候，他刚刚出生，体重只有一点一五公斤。 他是先先天性唇腭裂，之前做过五次手术，现在需要植骨。若是这次植骨手术可以得到解决，我愿意给该医院在音频内外通过电视节目做商业策划和宣传。 我说的这个弟弟，他是我捡回来的一斤两的春莲，其婴儿，今年十五岁。虽然没见过他的爸爸妈妈，但是感恩遇到张诗宇。你可是百度看到和他相依为名，谢谢你们。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吸引力，不是你的容颜，不是你的财富，也不是你的才华，而是你传递给对方的信赖和踏实、真诚和善良，一种正的能量，肯为别人撑伞，肯为别人开路。 才是一生最大的财富。人生并不全是竞争和利益，更多的是相互成就、彼此温暖。感谢一路上温暖的朋友们。